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丽的菜园的丽。今天呢不种菜了，今天跟老公一起上山去调整一下这个捕野猪笼子的位置。这个捕野猪笼子啊，原先夏天的时候我俩就是千辛万苦的把它搬到这个山谷里边，因为那里边有一个水洼啊，还有周围有一些这个野猪蹄子印儿，就觉得这个位置挺好的，放在那边也有个四五个月了。用摄像机夜间摄像机观察了一下，一直没有合适的目标出现，然后觉得不太好，今天就过来把它给它搬出来，然后换一个位置。上一次搬的时候我们俩就是把车停在这块干板。啥叫干板？就是你看这个笼子下边有一个带轱辘那个东西吧，上次他没做那个东西，我俩就用手抬着，那东西老沉了，能有个七八十斤吧，俩人抬反正挺够呛的，抬一会儿歇一会儿。这会儿他想了个办法，做了一个两个轮子的那样的一个板，完了放上边以后俩人在旁边用手扶着点儿，轱辘还挺大的，是充气儿的，所以说稍微有点坑坑洼的地方还能够越过去。完了放一段时间以后，它这个笼子上边那个咱们说的消气儿，就是那个机关吧，就是它要是踩到了以后往下掉的那个地方好像是锈了，然后它今天在这边把这个电焊机拿过来，自己在这儿现场修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把它抬到那个他选好的新的位置。那个新的位置其实也是提前他在那个位置撒了诱饵，撒了一个多月吧，然后放的夜间远红外线的那个卡米拉，放的那个卡米拉观察，然后发现来的目标还挺多的，所以说就决定把这个笼子捕猪笼子从上次那个山谷里边搬下来，换一个地方看看。我在那边转来转去干啥？我在找一种红色的果子，并不是为了吃，就是如果找到那样漂亮的果子的话，可以做几个那个圣诞节挂的装饰的那种历史。这山上太穷了，没找到几个，就找到一只。我家爸爸他本来是学的工科的嘛，学的工业高中，然后上的工业大学，后来又在那个汽车行业干了一些年，然后他现在已经自己退职了，我们在家自营业，然后他最近又开始研究搞这个捕猎嘛。日本这边就是山林特别多，而且好多田地都紧接着山林，就是在山间的开阔地，然后开辟的这个田地，所以说呢，
经常有野猪下来，就是到3月份到10月份之间这个季节，野猪会就是大量的破坏这个田地。所以日本政府呢，就是允许打猎，它有一些很细的规定，我这里边呢就不一一跟大家说了，反正就是简单跟大家分析一下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家爸爸取的这个资格呢，只可以用绳套、陷阱，还有这种捕猪笼子什么的来抓野猪，那不可以使用枪，因为你还没有这个枪证。也不可以抓鸟，因为抓鸟要使用，必须得有枪证。它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规定，你要是说想做这个捕猎，必须得考这个资格证，然后遵守它这个规定。而且呢，它还要有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叫捕猎协会，你要加入这个协会。你新人呢，要跟着一个老师傅，从头到尾练习1年时间，才可以直接的，自己进行捕猎。放笼子的位置呢，也是有规定的，有不可以捕猎区，有，就是因为日本山林土地什么，大多数都是私有的嘛，所以说你要放笼子的话，要经过所有者的认可，才可以放，不可以随便拿一个笼子我就在这里放，会被人家告的。那下锁套套笼子的套那个野猪的话呢，更要注意，因为也许会有人经过的地方呀，怎么样采蘑菇的周围的地方都有具体的规定，也不可以随便下，伤到人的话要负责任的。有朋友要问了，那他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男人的本能吧。他其实以前住在楼里的时候，就对这个打猎很感兴趣，买了很多打猎的书，然后还买了弹弓啊什么的，偷偷的跑到河边去也会练习打那个野鸭子什么，虽然没打着，但是那个时候就发现他有这个爱好。后来搬家到这里边，就是他正好就是利用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，考了这个资格证，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轻型车，还买了一些各种的工具什么的，其实投入也不少。有朋友说，那你投入这么多的话，就是说是不是就是在光是为了一个兴趣爱好啊，或者说光是为了帮助人呢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日本的话，打猎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养家糊口的。以后呢，有时间我再跟大家慢慢聊关于打猎怎么能够养一家糊口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这个笼子修好了，开始，转移位置了。这次他选的这个位置呢，是在路边，稍微往里一点的一个斜坡上。那个斜坡旁边有一条水沟，好像是有一条这个猪的路，就是野猪的路。日本的那个叫野猪呢，就是写成中国的那个家猪那个猪字，但是叫法完全不一样，叫伊诺西西，它就是野猪的意思。然后家猪呢，它反而叫豚，丰年竹鸡豚的那个豚，月字旁加一个那个像啄木鸟的一半的那个字，所以说日本还是用中国古代的那种说法来表示这个猪和野猪。日本要是来形容人的话，你要形容这个人像野猪一样呢，其实是好话，是说他很勇猛，因为野猪非常勇猛嘛。
你要形容这个人像豚一样，像野猪，家里家猪一样，就是又呆又笨的意思了。好了，这个位置选好了以后，把它安放下去。它那个下边好像不是很平啊，要做一些微调整。那这个笼子，的摆放规律，我没研究过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是看图说话，就是我家爸爸他怎么说，我就帮他怎么做呗。他说是，那个入口朝下比较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入口朝下给它调节好。现在这个季节属于初冬吧，气候是挺凉爽的，算不上冷，凉爽，所以说在山间做这些作业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夏天的时候是很难受的，非常热，蚊子又非常多，所以说要穿那种带空调带风扇的那种衣服才可以在山上作业，不然的话真的是很快就容易中暑，不敢这样长时间的大量的作业。我们两个其实都是新手，他就是还有专门的师傅教一下，我就是跟着他只会说怎么弄，我就帮他辅助来怎么弄。然后他也是喜欢研究的人，自己看书，然后上网找视频，然后跟他的师傅还有那个狩猎会长什么的，每周他们要聚一次，然后研究现在的这个月的这个捕猎政策。为什么说这个月的捕猎政策呢？因为一年四季就是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捕猎政策和捕猎补助，还有就是说捕猎的对象规定各种不同的说法，所以说他们要不断的就是进行碰面，然后互相交流这些新的一些规定和补助的一些信息。日本这边它这个野猪呢其实也有在进行管理，它会每年补一些活的回去，然后给他们扎上那个一些防猪瘟的疫苗，然后呢可能身上还会放上定位器，定期进行回收，把他们回回来，看他们身上产生的抗体啊怎么样进行研究，就是不会让他们在那边，随便的，就是说大批量的得一种什么野生动物的那样的病，因为他们这个野猪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有的时候它甚至会，冲进山林附近的养猪场里边，所以说可能会对饲养的就是商品猪产生一些影响，因为他们窜来窜去嘛，所以说这边对这些问题抓的还是比较紧的。
一年之中呢，会有几个阶段，需要补一些猪拿过去以后，有的时候需要猪的血来化验，有的时候需要猪的肉来化验，那还有的时候需要猪的皮，看它身上就是寄生虫的问题什么的，每个阶段需要的猪不一样，所以说。所谓的猪就是野猪了，然后所以说你就是说，根据它的需要把这个野猪提供给一些研究单位的话，这个期间，会有一些补助出来。然后呢，日本的话，3月到10月属于耕种期间嘛，这个期间呢，你捕到野猪的话，它会，县就相当于咱们的省嘛，会给你补助。然后呢，你居住的地区的农协会给补助，一头猪相当于多少钱，我就，不具体说了，大体这么说吧，一头野猪的价钱，相当于一个人打一个正式员一天的工资吧，大约是。那就是捕到这个野猪呢，你只要把这个证明什么的，按照它的规定给做好，拍好照以后，那个猪你是扔了，不可以随便扔，就是扔到垃圾场去了，那样的话是免费的，在3月到10月之间，然后11月到2月之间呢属于捕猎期，那也是国家有规定的，每年也不同。今年允不允许捕啊？可以捕多少头啊？它都是有规定的，所以说，按照它的规定来捕。这段时间呢是没有人给你补助的，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研究单位、卫生单位要求捕来验血呀或者验皮，也是有收入的。这段时间呢属于捕猎期，你可以捕来自己吃肉。那吃肉呢就要涉及到。自己杀猪和就咱们说的，料理啊什么的，这个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吧。我现在我也不敢说我自己能不能做。じゃあ私待ってもいいのね。好了，这个笼子就算是摆放好了，基本上是，位置啊，还有水平啊，都调节好了，就是把这个。简易的运送车拿回去。他是车上放了好几罐发酵的米糠，这个米糠呢是从就是。投币式的磨米机，然后我们家有一处投币式磨米机，自动，然后那个地方产生的米糠，他就拿过来，然后放上菜叶子呀，什么东西，等等吧，给它发酵一下，发酵以后呢，有一些味道香味儿，然后就用这些来做诱饵。然后一定程度上呢，这个野猪呢，就是一直吃这个诱饵，所以说这个野猪肉也不是，纯的山上的，就是说你突然间抓到那么一个野猪的味道，它有的野猪吃了1个月、2个月的这个诱饵了嘛，所以它的肉呢，还是相对来说，应该是比较好吃的。据说哈、啊，据他的师傅说，我们这个地区周围的野猪，不是纯纯种的野猪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好像以前山里边有养猪场，然后那个野猪啊，就是混入到养猪场里边了。然后养猪场里边有家猪的那个种猪，然后他们两个就好了。野猪就回到山里以后，就繁殖出来一些。混血儿，混血儿的野猪，所以说这个周围的野猪肉，据说比其他周围地方的野猪肉要更接近家猪肉，比较柔和一些，比较好吃一些。
那我像我们也不可能这个地方的野猪肉吃点那个地方野猪肉吃一点，一边吃一边对比，对吧？那把这个诱饵就这样给它撒上。撒诱饵的话，不能就是全撒在笼子里边，要顺着它这个路啊，一直撒，就引着它一点点吃，一点点吃。然后它又怕这个野猪不知道这个地方有诱饵，又用那个发酵的米饭，就是好像米酒似的，然后就从那个有野猪蹄子印的那个沟谷，然后慢慢的就是把那个发酵的那个米浆，哎，一点一点往这边引，让他们闻到味道，然后往这边来。那捕这个野猪呢？其实野猪它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，它的警惕心其实是很强的，不是说你弄个笼子随便放一个地方，然后你就倒一些诱饵，它就傻乎乎的来吃，然后一踩，不会的。它，你放了一个笼子呢，在那边，你不经过半年一年的时间以后，野猪它不知道你这地方有，或者是说偶尔来吃了它也不来，它会就是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不会每天每天都来同一个地方吃，然后就傻里糊涂的钻到你的笼子里边去。依靠你呢。所以说要经常的去给它补充诱饵，保证那个地方一直就是有吃的，让他们来就有吃的，来就有吃的，然后放松警惕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也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简单的。我感觉到了那个香味了，但是没用啊，我又不是野猪。好了，全部弄好了以后，在旁边的树上放上这个夜间摄影器，到时候给大家分享用这个远红外线拍摄的夜间影像，敬请期待。好了，玩活回家了。